的是镜头推个，还蛮像的。我说什么？这首叫大还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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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是大还丹。七十年功力是不是？哦，哎，味道传过来了。哦，哎。天啊，这个是香肠吗？哦，这个是香肠吗？对，哦，香肠要弄成那样也不容易，上面有玉米粒耶，刚出来的。这一通话会不会我不加点钱不行？这是太夸张了。哎，好歹等我吃完饭吧。有酱，哇靠，还有寿司哦，这么贴心。OK， 哇，这个很稀耶，很稀耶，哇，哇，这个很稀耶，很稀啊，别干啊，哇，你小心一点，酱不要泼出来。哎呀，我坐你旁边，不要这样啊。还好，大哥。好啦，你能不能在这个地方？身为亚洲统神，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我真的，其实我真的觉得，我那个时候真的是，我那时候真的就是两个情况，一个是我帮闪电娘讲话，另外一个就是我虽然认为外卡很强，可是我也没想过闪电娘会把。就是 KO 干掉，就是连干两次，他们第一次灯笼掉一次，然后后面又连续三连胜，所以这个其实老实讲，连那个时候外国的主播台啊，他们不是都会先预测哦，你不要说那外国主播台预测没有一次准的，真的没有一次准的，哇，三个都选 KO 啊，那时候，哇，哦。好了，这好黏哦！看起来那么恶心，为什么会黏成这样啊？哎，我们这边外面 Q 说卢比也吃一盘吧。为什么我也要吃啊？因为你是主持人啊！啊，真的吗？你要跟你的来宾共进退。好吧，那统神吃一半，我吃一半，好吧？你喝好不好？你喝好不好？那你要加？为什么要加进去？吃那一块吗？我现在完全不想参与，我现在完全不想参与。什么？还有另外一盘哦？不是开玩笑了吧？哎，真的。这犹如亲电影亲切手拍，两败，一人吃一半，不然你会笑我吃屎。我觉得那个哇，你应该两坨哎。麦卡贝工作人员大概都有便秘的问题，我在想，那个颜色都不太对，你知道吗？好啦，那个为了表示今天为了提闪电狼，哎，昏啦，对啦，礼拜天 AHQ 了啊，加油好不好？昏好不好？我不知道，这画面实在是有点不热啊，我不太想看。这画面真的不能看，这个不行不行，晚上。Oh my god！ 是啊，这怎么跟讲好的不太一样啊？讲好的不是这个，然后吃下去才发现是真的。然后我们真的拿到，我的天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好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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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了，等一下，不要，还没咬一口哎，你有吃下去吗？有啊有啊，吃到一口吗？这个真的，快加我，哎，加好，我吃这么多哎。啊，这样啊，下一个拍了，下一个。因为我们之前，我刚过来的时候，就是麦卡贝昨天忽然间临时跟我说，统神，哎，你说要吃屎，你要怎么吃？我说，要不然怎样？我在实况都讲了，我说30吃屎了，那要怎么吃？他想说，好，那没关系啊，你来我们节目啦。就是，哎，因为这牛排也有讲过一次，他也说要吃屎，就是买牛排啊，蛋糕那个弄蛋糕那样，对对对对。然后他就跟我说，那我们就弄得逼真一点，弄得跟屎一样。他说可能是巧克力，我刚刚吃怎么不是巧克力啊？我刚吃不是巧克力啊？耍我啊？我觉得工作人员超坏，然后他们现在超开心。真的是他那个硬一看就是没有巧克力吗？不是，巧克力真的是，我巧克力是黏的，巧克力不会这样黏黏的。我觉得麦卡贝为了收视率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。